的父老乡亲，大家过年好。每年啊都在家过年，看着辽视春晚，今年不一样了，来消防队看儿子，嘿嘿嘿，跟儿子一块过年真是不一样啊。而且呢，我有个老哥们儿老范跟我一块消防队看儿子，老范天天跟我争，老范范小人儿，哎呀，范小人儿，今天还跟我比不？今天比爬大绳，你还行吗？啥叫还行吗？啊，没比呢，你怎么知道我不行呢？你个范小人，你还……我不叫范小人啊，我爸姓范，我妈姓肖，我仁义范肖人，肖人。你再说一遍，肖人，这是东北。你再说一遍，上几个人削你？少说没用的，来，啊，削。你知道咱家为啥不输吗？知道为啥咱家总赢吗？为啥呀？因为你有一个好爷爷。我是说你一个好爷爷生了你这个优秀的爹。哎呀，看我儿子多随我啊，这身高，这体型，这大长腿，这大巴掌，嘿，这头发。说，继续说，早晚也会掉光的。郭大宝啊，哎，让两个孩子比有意思吗？对，打电话让两个爷爷来比。是是是，要比咱俩比。来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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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一个。咱俩比啊，我怕你哭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让你两秒。我先让你半米。哎，少废话，那边去啊，那边去。好，你们几个给他搬个梯子，我让你一梯子。没梯子，没梯子。你们几个小伙子把他举起来，我让你一人。好，这是你说的啊，输了你别不认。我当然了，来，给他抬上去，举高点。哎呀，我还不信了。准备了啊，预备，开始。加油！加油！滚滚滚滚！社会救助，紧急出动，头车。大宝，什么事儿啊？你们小心啊！哎，还比不？比，比啊！啊，咱俩比谁先落地儿。你下去了，我怎么办呢？来人呐！救命啊！你太高，我扶不了。干嘛呢？这是？哎，快下来，快下来！哎，哎呀，大师傅，哎呀，哎呀，我说，哎呀，哎呀，我说两位叔叔啊，啊，这大过年的，你们一天到晚这比什么呀？这是服不服？我不服，还不？快行了，快行了，大冷天，快进屋。好嘞，进屋。哎呀，哎呀，来，把衣服给我吧。哎，大清啊，啊，这大家伙都出去救援了啊，你怎么没去啊？我今天负责年夜饭，照顾好你们这些来队家属。关键是今天我媳妇儿一会儿就来。真的啊？哎呀，太好了。你忙活你的，不要管我们。咋了？扭着了？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哎呀，你说你们俩，大胆啊，你说刚才那么多人啊，多热闹啊，这一眨眼的功夫没听清楚广播里说啥，
这人就都出任务去了。叔叔啊，这都常事儿，咱是啥呀？啊，应急救援，啥都得管。好了，那都管什么呀？管什么呀？你看，小孩被锁车里了，戒指摘不下来了。这个小猫的上树了，小狗掉下水道里了，这我们都得管。小猫小狗也管？哎，咱当小猫小狗啊，那人家可都当闺女儿子看待啊。这么跟您说吧，那夏天捅马蜂窝，冬天除冰瘤子，除了接生我们不管，剩下什么都管。接生呢？哎呀，帮帮我，快点的！哎呀妈呀！哎呀，出来个人吧！来来来，这好，来来放后头去，走，来来来。哎呀，叔叔，你啥眼神啊？没看出来我脑瓜子卡里边了？不是，小江啊，你咋回事？这是？不是大庆，你俩认识啊？咋不认识啊？小江一到过年他就出事儿。前年过年的时候，在马路上拍视频，燃烧我的卡路里，咔嚓，脚卡路里了。还有去年过年，哎，人家手愣卡马桶里了。哪个手啊？就这个。哎呀，我天哪！上厕所时候抢红包啊，手机掉厕所里了，他下去捞去。啊、这手捞的啊？啊，错。不是，叔叔，我都洗一年了，咋还有味儿呢？不是，哎，我说小江啊，你今年这又怎么回事儿？这是？大庆哥，别提了啊！今天不过年吗？啊，就我妈说呀，说你麻烦人家消防员都好几年了，你不去给人拜个年啊？我说妈，那我必须去呀。从我家小区正门走，那里绕一大圈能到消防队啊！咱家离消防队那就隔个栅栏门啊！我寻思我装过去不就完了吗？没想到咔嚓，脑瓜子卡里了，出不来了！哎呀，你可真蛋呐你！你给我们打电话啊！我寻思大过年的就别给你添麻烦了呗，我就主动送货上门了。那这你坚持一会儿，我给你拿破柴工具去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大庆哥啊！那什么，我妈给你们包的粘豆包还热乎着呢。粘豆包哪儿呢？哎呀，你说我怕凉了，我就搁这里边了。你还能吃，还热乎呢。谢谢啊，我给你拿工具去。嗯呐，这根据空间学的原理，你这玩意儿怎么进去的，就怎么能出来呀？出不来，你看出不来。你主要是角度问题啊，你肯定是卡住了。你看，你抬起来啊，那我怎么就能进去？我怎么就能出来呢？哎呦，你看我，你看我怎么就能进来？我怎么？我，我怎么？快来救我！老范，你还空间学呢？你自己脑袋占多大空间你不清楚啊？你看我这小尖脸，进去了，出来了，进去了，出来了。进去了，哎呀呀，哎呀妈呀，哎呀哎呀，出不来了，卡里了，哎呀妈，找大庆去吧，不是，大庆给开开呀，大庆哥，蹲着点，我上吊了，我现在这样，我是，哎，两位叔叔快点啊，春节晚会开始了，全国的观众朋友们，全省的父老乡亲们，大家过年好，哎呀，辽视春晚开始了。我跟你说，最好看的春晚就是这个。还有呢，这个孩子们到现在怎么还不回来呀？他叫他啥时候回来呀？哎呀，两位叔叔啊，你们这问我多少遍了？一到过年是我们最忙活的时候，没事儿，要真出事儿，那就打回电话来了。哦。喂？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千万不能让他进来！我求求你了，千万不能让他进来啊！好嘞。哎呦，哎，啊，孩子们怎么样？没事儿。你吓死我了！你把手机都给我关静音。这静什么音呢？万一真有事儿，来电话听不见。对。哎，大奎啊，谁给他打的电话这么着急啊？哎呀，叔叔，前段时间呢，我们执行任务啊，大庆哥救了个大龄女青年，还是单身。当时救那姑娘的时候，那姑娘基本没有求生欲，就说世界上没人爱她，不想活了。大庆哥是为了救她，把手给我，我爱你，我喜欢你，将来我娶你。后来呢？后来那女孩就得救了。好哎，好什么好啊？关键那女孩让我兑现诺言，非让我娶她。好哎，
你行啊，你小子利用职务之便娶了个老婆，占大便宜了你。我占什么便宜了呀？我摊上事儿了。我那是为了救他，我情急之下我说的那些话。关键我有媳妇儿，我还有孩子呢。而且这件事儿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越传越不是味儿了。传成什么味儿了？大龄女青年，命悬一线，找到真爱啊！消防员抛弃原配，另寻新欢。这么胡说八道！关键这事儿传我老婆耳朵里去了。你老婆不信？别的不信，这事儿信了。本来说春节不来了啊，这又说来了。你说我老婆那我这不笑死我都得啊！别害怕，没事，我和你范叔叔啊，在这儿一定帮你解释清楚。啊，这我们帮你。哦，太谢谢了，我就怕他们俩都来都碰上，可咋办呢？没事，帮你的吧。你们先坐会儿，就我把菜热热去啊。好，哎，这个副队长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哎呀，待会儿咱弄点水喝。妈，我在消防队呢。哎呀，我知道大庆有媳妇儿，我的事儿你能不能不管？我心里有数，行吗？大庆。大庆，你出来一下！哎，大庆媳妇儿来了！哎呀，你好，姑娘！哎呀，大庆媳妇儿来了！啊，赶紧的，看座，看座，看座！来来来，快快快快快！哎呀，大庆媳妇儿啊！不是大庆媳妇儿，讨厌，烦人！小两口打架就不认老公了？不是，太过分了！你俩是干啥的呀？家属。来消防队看儿子的，我也是来看儿子的啊！你俩继续看儿子，我去找大庆。哎，等一下，别着急，来来，干嘛呀？姑娘，你们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，我们都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大庆对你是好的，对你是好的，他对那个女的是急中生智，急中生智。你复读机呀、啊？怎么帮你的嘛？我跟你说，那个女孩跟你简直没法比，太难看了。就是个丑八怪，丑八怪。对呀、啊，他能跟你比吗？你们见过他吗？当然见过，那个女的，她，你过来，啊，就这样。胡说，长得还没我好看呢。啊，眼睛更小，嘴更大，身材像冬梨，满脸大麻子。哈哈哈哈哈哈。你俩也太损了吧，凭什么这么说人家姑娘、啊、哎呀，那个女的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她就是个癞蛤蟆。怎么样，她乐了吧？什么乐了，哭了、啊、我们是帮着你骂那个女的，你怎么还哭了？是、啊、我就是那个麻子冻梨癞蛤蟆。哎呀哎呀，对不起啊，姑娘，我们以为你是大庆媳妇呢。我都说了，我不是了，我不是了呀。那姑娘，那可是你的不对了。既然你喜欢消防员，这是好的，但是大庆不行啊，因为人家有媳妇还有孩子。如果你喜欢消防员，你过来啊，你看看我们俩啊的儿子，一定比大庆强。嗯，谢谢叔叔。哎呀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今天来就是来跟他道歉的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您二位要是见到他就替我转个话，我这段时间给他添麻烦了，他永远是我心中的大英雄。老婆，你听见了吗？这就是我救那女的说的，我是个英雄，我是个英雄。你给他打电话吧。老婆，哎，我求求你了，我。喂，嫂子，谢谢大庆哥救了我。您要是不嫌弃的话，从今天开始，大庆就是我亲哥，您就是我亲嫂子。哎，嫂子，妹妹在这给你拜年了。听见了吗？好的，谢谢妹子。真是个好孩子。好孩子，你俩过来。啊，哎。谁是麻子冻梨癞蛤蟆呀？我是麻子。冻梨。我是癞蛤蟆。姑娘，我们是希望你早点结婚抱娃娃。对，这还差不多。要是有机会，我见见你儿子。哎，给您拜年了，再见。哎呀，姑娘真是。哎，他说什么？有机会看看我儿子？你记错了，看。
看看我儿子，我儿子，哎呀，我儿子，我儿子，我儿子。好，你的儿子。哎，行了，哎，他们回来了，儿子，我在这儿呢，儿子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孩子们呐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真是不容易啊。来来来，给我吧，来。快坐下，快坐下！哎呀，赶快吃，饺子都凉了吧？快吃饭，快吃饭！孩子们，这一整天你们救援、救援、救援谁去了？哎呀，叔叔，别提了，牛放炮把孩子弄惊了，掉河里了。哦，牛放炮，是孩子放炮把牛惊了，牛掉河里了。那救个牛就这么长时间？好几头牛呢，特别难救。关键这个动物啊，它听不懂人话，无法交流。说上评书了还。哎呀，真的。哎，儿子，来吃饭呀。爸，我不饿，您先吃吧。这小子，忙活一天了，怎么能不吃饭呢？来，给拿着。我得这个。爸，您能喂我吗？喂你，当着这么多战友的面，你不嫌害臊你？好，爸爸喂你。哎呀，你呀是我的大英雄，来拿着。哎，孩子啊，那只手呢？手呢？还在吗？在，在呢。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快说！叔，刚才救援的时候，他的手被冰给划了。疼吗？不疼，真不疼。我疼。疼死我！儿子，好，爸爸喂你。小时候，你就是爸爸妈妈一口一口喂大的。好不容易长大了，有出息了。当上消防员了，孩子们，你们虽然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大英雄，但是你们在爹娘面前还是个孩子啊。爹妈都希望你们平平安安的。过年了，叔叔也不知道说什么，但是就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够平安回来。孩子们，你们是好样的，你们个个都是好样的。家人们，吃点一份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饺子。哎呀，叔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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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还没吃上呢。叔，这就是我们的工作。你看，你们俩也熬了一宿了，先吃吧。不吃。他们，哎，等他们回来一起吃，好不好？